大家好，今天又到了翻牌的时间了啊！咱们看看最近大家呢在节目里有什么有才的评论。会员朋友夜火红莲问了一个问题啊，说前一段啊看了《龙之家族》啊，里边呢有亲兄妹结婚和亲叔叔娶自己亲侄女，说是为了保障自己家族的血统纯正啊。想问历史上呢有没有皇族和知名贵族之间兄妹结婚的？这种事儿其实是在历史上应该说呢是比较常见的啊。最典型的呢就是古埃及啊，古埃及法老都是跟自己的妹妹结婚的。那典型的你看那个就是那个埃及艳后对吧？克利奥佩特拉，她就是嫁给自己的弟弟啊。当然，她的弟弟后来跟她等于争权夺利，然后她在凯撒的支持下，最后把她弟弟给弄死了，是吧？他们就为什么这么干呢？就是为了保持血统纯正。我们是太阳神阿蒙的后代。所以我们不能够跟这个凡人结婚啊，我们必须是跟这个自己家的人结婚啊，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。再有一个呢，你像这个朝鲜的高丽王朝啊，就是王建啊建立的那个高丽王朝。高丽王朝呢，它也是啊，国王娶自个儿的堂妹，那个不能娶亲妹啊，娶堂妹。为什么呢？他是为了怕这个外戚专权啊，这样的话呢，他皇族跟后族是一个家族，就不可能有外戚专权这种事儿这个发生。当然了，到后来呢，这个就推行不下去了，因为高丽被这个蒙古人征服了，所以高丽的国王都是娶蒙古的公主啊，像这什么鲁国大长公主啊、齐国大长公主都是娶这些人。高丽国王都有蒙古语的名字啊，你比如说这个什么恭顺王啊，他的蒙古语名字就叫伯颜帖木儿，他们都有都是在元大都长大，一口流利的这个蒙古话啊，他是这样。还有呢，就像日本啊，他也是这个皇室之间互相通婚。你知道这个昭和天皇，他的两子皇后都是皇族出身啊，当然就是可能那种出了五服了，就辈分的比较远了啊，他不会跟自己的亲兄妹什么这结婚啊，他也是为了保证这个就是天照大神的后裔血统得纯正。到那个谁，就是藤原不比等的女儿啊，就是这个光明皇后，日本历史上第一个非皇族出身的皇后，那都到中国唐朝了嘛，都大化改新以后了，就是唐朝以前，他都是跟这个皇族通婚啊，都是这么回事，就是保持血统纯正，所以这种事儿还是很多的啊，还是很多的啊。网友朋友 Bad Big 问了一个问题啊，说为什么在1000年前东西方从未交流过的情况下，双方最开始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都是贵族才可以参战，平民只能做辅助？这种贵族参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是经济原因造成的呀，是吧？因为你打仗是要花钱的呀，是吧？那个时候国家是不出钱的啊，国家不出钱养活这个军队，是吧？你贵族是有保卫国家的义务，平民也有保卫国家的义务。但是你想那个军事装备是很昂贵的啊，你甭管是古希腊、古罗马，还是过去的这个先秦时代的中国啊，像那战车呀、甲胄啊、兵器呀，这是很昂贵的。尤其是那个武艺这种东西，是吧？武艺这种东西，你只有那种脱产的人，不那个没有养家糊口压力的人，他才能够有时间去练习武艺，包括学这个排兵布阵、打仗这些个轻易用不上的东西。所以中国人不是讲穷文富武嘛，对吧？你穷人你练不了武啊，那你没有时间去练武。你看那个什么，就是那个外边老卖那个什么卖那个面人儿是吧？什么这个就朱买臣扛着一捆这个柴火，然后手里呢拿着本书在看。你可以一边打柴一边看书，你能一边打柴一边练武吗？对吧？这是不可能的啊！所以这为什么是这个都是贵族参战，平民做辅助？这最早就是因为经济原因决定的嘛，是吧？这跟那个互相交流没有关系啊！因为你们那儿是贵族参战，他到我这儿是贵族参战，跟那没毛关系啊！好。这个网友朋友黄飞强啊问了一个问题啊，说这个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啊，美国把太平洋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，日本吞并满洲，美国政府还可以容忍，全面侵华就不能容忍。即便老蒋不是美国的盟友，美国也无法容忍啊。而在《大棋局》一书中呢，提到美国无法容忍某个国家独霸欧洲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美国对轴心国摊牌是迟早和必然的情况。啊，这个美国没有先动手，是国内有很强的孤立主义势力。您怎么看这种观点？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啊，这就是这么回事儿，是吧？美国就是因为它绝不能允许有人啊，这个就是独霸太平洋或者独霸欧洲，对它的势力范围构成威胁，那这是肯定的，是吧？所以美国就一直在找一个机会跟这个轴心国翻脸，那这偷袭珍珠港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嘛，是吧？就是这意思啊，网友朋友乡里啊问了一个问题啊，说先秦时代啊，贵族和平民有没有指挥部门和调度部门？是自己单打独斗，还是由国王指挥？平民如何组织？是由那三个贵族自己找人，还是自发跟着贵族走？当然得有人组织了，是吧？这个没有人组织还行，那是打架也得有人组织，是吧？所以你像这个这些个贵族啊，他都是一层一层的，下级对上一级负责。最高一级的贵族是向国君负责，那个不是国王啊，因为这个先秦时期只有一位国王，就是周天子，剩下的就是一些公侯伯子男爵们啊，他们都有这个统一的这个军事组织部门去调度啊。至于那个平民如何组织，那就是发动这个就是贵族组织自己领地上的平民参战啊，就是积小成多，是吧？哎，每一个这小贵族投入到大贵族，按照一定的这个顺序编排起来啊，就是这个5个人为伍啊，然后5伍为两啊，这个然后这个4两为卒，5卒为旅啊，5旅为师，5师为军，就这么来组织起来啊。好啊，这个。网友朋友 ANSONG 啊，曾问了一个问题啊，说有人说呀，1压2压当中，清军败于人数处于劣势的英法军，是因为清军惧怕近战肉搏，这个英法军一刺刀冲锋，清军马上就溃散了。可为何清军能与大概同时期的太平天国军队展开大规模的肉搏血战？淮军、湘军战斗力较强，为何之后这个依旧愈列强，还是一败再败啊？请分析一下啊。这个清军能跟太平天国展开大规模的这个血战，这个说法呢不确切啊，就是。原来的这个八旗兵、绿营兵，就是因为不敢跟太平天国这个肉搏，所以才被太平天国一路从这个广西突到这个南京。曾经有过7名太平军挥刀追着几百清军跑的这样的战例，这些清军宁可跳河，也不跟这个太平军血战啊，也干不了这种事儿。至于你说的那个湘淮军，它是一种新军了。啊，他这种新军按照这个戚继光的那个练兵方法组织起来，经过严格的训练啊，有忠义血性，就跟那种那个八旗绿营就完全不一样了啊，所以他敢跟太平军血战，那是因为后来太平军的这个战斗力素质也下降了，不是当年从两广出的这些老弟兄啊也下降。至于这个湘淮军战斗力强，为何遭遇列强还是一败再败？那这个原因就有很多方面了。那比如说朝廷的犹豫不决呀，妄图这个以夷制夷呀，啊，这个决战之心不强烈呀。具体到这个军事的水平上讲，比如我们的装备普遍的比西方列强还是落后一代，是吧？你用的这个，比如说像那个枪什么的，西方列强都已经装备机针枪了，你还装备前装滑膛枪，都是人家淘汰了的。卖给你的，特别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，大量的这种前装滑膛枪被淘汰，是吧？然后人家都已经用这个连发步枪了，你刚用单发步枪，普遍的比它落后一代，这是一个，对吧？再有一个呢，就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说你的军官。啊，没有军校培养出来的，那大部分都是行伍出身，而且最要命的一点呢，就是清军的。最大编制就到营，一个营大概就500多人啊，500多人。所以呢，他一个统领啊，一个营的这个统带指挥一个营没有问题啊。然后你让他，比如说指挥2个营、3个营，就是清军如果是那种1000把来人规模的会战，他也没有问题啊，因为他这指挥官指挥这个2、3个营、3、4个营没有问题。你一次，比如说出动20个营、30个营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指挥官就指挥不了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最大编制就到营，上面没有团、没有旅、没有师，是吧？那你想你一个这个指挥官，你一个统帅2、3万人，好几十个营，你同时要指挥这好几十个统带，这就乱了套了。而且他关键也没有参谋制度啊，也没有人给他这个提点，就都只还是跟古代那种排兵打仗的方法一样啊。所以你这种。这种军制是很落后的，你还不如这个就是先秦时代啊，就是不如太平天国。所以太平天国为什么打仗老能打败清军，就是它的编制非常合理，它完全采用州制，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啊，这个武啊，然后这两司马呀、卒啊，然后旅啊、师啊、军啊，所以它一个军13000多人是吧？13000多人，一个军帅指挥5个师帅，一个师帅指挥5个旅帅。清军就是一个营500多人。啊，一个营500多人，然后呢，就一个这个统领，他底下多少个营，他要指挥那么多的这个营长，他根本干不了啊，这没法指挥。你搁今天你这么着你也得乱啊，你搁今天这么着你也得乱啊，所以就是，他编制也很落后，直到这个袁世凯小站练兵这种局面才得到这个改变啊。好啊，这个，网友朋友 Johnson Robert Mister 啊问了一个问题啊，说这个经常听见中国古代靠丝绸之路跟西边国家通商，怎么通商？古代中国的货币在外国能用吗？兑换率之类的看起来应该是现代才有的概念，古代没有兑换率，怎么交易？是以物易物吗？对，以物易物啊，以物易物，而且呢，这个主要是换取西方国家的。金银币啊，罗马呀、啊，丝绸之路、萨珊波斯啊，东罗马帝国呀、啊，它大量的这个金银币流入中国啊，所以你看，在这个汉唐时代的古墓当中，经常能够挖掘出这个波斯啊，什么这个罗马帝国时代的他们的这个金银币啊，咱们是换那些东西，包括也换人家的一些东西，而且这个说句实在的，这个通商呢。中国的商人是不会出国的啊，顶多就到边境啊，把这东西卖出去啊，然后呢，这像这欧洲的商人也不可能来中国，主要是靠波斯、阿拉伯的商人当二道贩子，所以真正发了财的是这个西亚国家啊，就是包括这个帕提亚啊，什么这个萨珊波斯啊，包括这个阿拉伯帝国啊、东罗马帝国这些国家发了财了，靠着丝绸之路发了财了啊，是这么回事啊，就是主要就是以物易物，中国的铜钱只是在这个日本能够流通啊，当做货币使能够流通啊，网友朋友 Mark S E M E N O V 问了一个问题啊，说这个看了不少有关宋朝的文章与书籍，想问一下两宋300年不义兼并和高税收，某种意义上呢导致了小规模民变不断啊，是中国历代王朝之最。大规模的民变几乎没有发生啊，您认为是政府镇压力度比汉唐更大，还是社会的二次调和？比汉唐好啊？还有呢？您认为两宋发生众多小规模民变的原因是什么啊？原因呢？你都已经说了呀，不义兼并啊，他这个田利不治是吧？所以这个宋朝皇帝他认为这个富者田连阡陌，正为国守财耳是吧？所以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宋朝积贫积弱？其实你说宋朝经济那么发达，他怎么可能贫弱？他这个贫弱指的是朝廷。钱不在这个朝廷手里，那在这些大地主豪强的手里，就所谓的这个庙穷和尚阔，对吧？等真到这个国家需要用钱的时候，对吧？这些个富士们想办法隐匿财产啊，抗捐抗税啊，所以反而是这国家拿不到钱，啊，是这么回事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原因就是你说的这个原因啊，小规模民变多。至于为什么大规模民变非常少啊？我觉得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宋的养兵制度啊，北宋的养兵制度是吧？所以宋太祖皇帝就说这个历百代的莫如养兵啊，把这些社会上的所有的不安定因素的那帮人啊，你想啊，民变的领导人都是什么人？是吧？没有老实巴交的农民民变啊，一般来讲都是那个，咱说这不好听的话，就是那些游手好闲的啊，什么这个地痞二溜子啊，啊，都是这些人，他就领导民变啊。现在把这些人全部招到部队里来，对吧？所以你招到部队来，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？地方上都剩下老实巴交的农民。所以一旦荒年凶岁，有叛民而无叛兵。那这样的话，你的老百姓的组织能力、动员能力，包括这个军事训练的水平，你跟这些个这个军人相比就差太远了。而且这个北宋又是这种募兵制，它又不像其他朝代是民兵制，它是募兵制啊。地方的老百姓他也不练兵，也不习武啊，所以你这大规模造反，包括组织动员能力、什么战斗水平都差得很远。因此你看那什么钟象杨妖啊，什么这个方腊，这都是很短的时间内就被镇压下去了啊，基本上都是地区性的，没有全国范围的，包括这个北宋初年的王小波、李硕，那都没出四川，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啊。好，网友朋友江小白问了一个问题啊，说这个宋金呐能议和啊，为什么后来的宋朝皇帝不学高宗赵构，不和蒙古议和？假如宋和蒙古议和，还能延续吗？谢谢袁老师，不能延续啊，不可能延续，因为金没有能力灭掉宋。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是吧？就我灭宋根本不行，是吧？这个完颜兀术这个搜山填海抓赵构，下到江南啊，结果黄天荡一仗被这个韩世忠打草去了，是吧？一回到北国之后，逢人就握着人家手就哭啊，说这下江南太不容易了啊，这个我九死一生，差点回不来，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力去这个就是去打这个宋朝，把宋朝灭掉，而蒙古不一样。啊，蒙古不一样。首先说啊，你看这个金国在吞辽灭宋之后没多久，他开国的那一代名将基本上就凋零殆尽啊，有的是病死的，有的是内部这个争权夺利斗争就被清洗掉了。开国名将基本上就凋零殆尽。完颜兀术已经不算是那一代开国名将啊，像什么完颜宗甫啊、完颜宗望啊，那才是，这就是詹憨啊，那才是开国名将。完颜娄始啊，就没了。啊，那一代人就没了。到完颜兀术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不算什么开国名将了。所以这个宋的实力在不断的上升，金的实力在相对的下降，双方实力平衡，所以议和没有问题。而蒙古人自从成吉思汗建国，战争就不断。代代出名将啊，一代一代的这个出这个名将，尤其是你比如说你像这个速不台他们家啊，这父子三代都是名将，速不台、乌梁和台、阿术三代都是名将，是吧？他不断的在打仗，什么东征啊，这个不是西征啊，然后这个打越南、打这儿打那儿，所以他锻炼出了一大百战精兵啊，和一大批的这个名将。啊，一大批的名将，所以他在军事实力上是比宋占了压倒性的优势。我就是要灭掉你，我有能力灭掉你，跟你议个毛的和呀，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所以你想议和也没用，是吧？好，这个会员朋友龚锦，哎呀，嘟嘟问了一个问题啊，说这个同治皇帝驾崩的时候啊，慈安太后还在。按道理来说，慈安是正宫太后，慈禧为什么就做主立光绪呢？难道在那个时候慈安说话就没有慈禧好使吗？还是一直就是慈禧说了算？基本上一直就是慈禧说了算。慈安没有主见，而且慈安呢也没有对政治也没有什么兴趣啊。她是正宫太后，但是你毕竟不是皇帝的亲妈。而且呢，这个咱说点那什么的话啊，皇上这个就是咸丰皇帝一驾崩，同治皇帝一继位，两宫并称二圣，母后皇太后、圣母皇太后并称二圣，其实不分谁高谁低了，是吧？就是这个文宗皇帝在的时候，一个是皇后，一个是皇贵妃，有高有低。文宗皇帝驾崩，穆宗一继位，他基本上就是都是太后，是吧？谁比谁高多少，一个住在中翠宫，一个住在储秀宫，谁比谁高多少已经不分这个了啊！而且慈安这个人呢，性格又比较恬淡啊，然后对政治呢也不是那么特别感兴趣，权力欲也不是那么强啊，所以一直就是他也等于说他也没有主心骨，一直就跟慈禧这个说了算，而且他也就是说不像那个影视剧啊什么里边描写的啊，这姐俩勾心斗角，然后他一直什么防着慈禧，然后一直压着，没这一说。他其实一般是对慈禧就是差不多言听计从的，就是这样。而且呢，最关键的是，这个穆宗皇帝归天之后。罗列了一圈这个接班人啊，就是到底谁能这个承继大统？你肯定你得找这个近支皇族，是吧？只有这个七爷的儿子最合适，是吧？就是这个七爷，因为这个六爷的儿子已经就是个浪荡子，带着皇上逛妓院，这六爷已经把他废了，是吧？五爷的儿子，五爷就是一个大酒包，他儿子行吗？你想想，是吧？然后这个八九爷还小，只有七爷的儿子能承继大统，就是这么回事啊！是不是？慈安也同意立他，不是说。慈禧立主立他，这得是大家商量来的，恭亲王什么都同意了，是吧？都同意，这不是慈禧一个人说了算的，是这么回事，是吧？好啊，那最近大家的评论，咱们今儿就回答到这儿啊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也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，谢谢大家。